再录吗？是有，有吗？怎么剪？啊，不是，怎么是？就那边那个沙漠，你经过今天要加点滑火，这边，或者前面也有滑火。这是这个，我们之前抓那个也有，这边也滑火。 犯罪扫荡黑帮势力，桃园市政府警察局自111年5月15日起至5月24日，配合内政部警政署执行第四次全国同步扫黑专案及第二次全国同步减速非法枪械专案行动，针对帮派经常活动处所及相关依附行业执行临检勤务，共动用警力990名，临检处所115处。 并针对劣管帮派分子相关犯罪严密搜证，积极广布线索，缜密规划查缉行动，共减速制品案件2件9人，查获枪械犯罪5人，查获非法枪械11支。本局持续收报黑帮成员犯罪事证，实施聚焦打击，强力扫荡，并以系统性的扫黑策略，针对帮派经营赖以为生的行业，运用第三方警政行政干预措施。 深度追查，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断绝经源，并积极查缉枪械及流向，全面净化社会治安。